28可以抽是吗？上边应该讲的差不多了吧。我们接下来要讲宝物啊，再讲孟子吧。其实我就是一直忘记升技能的那一位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现在前面可以到48，傻嘎，这个。就吧，再冲一下哈。基本上我现在是推定在宝物那边啊，剩下的。还有什么可以讲呢？那我们讲《论语》啊。什么都紫色的，论语暑假跨界，OK。